挺不住了吧？前几天关上多收了几筐鱼税，几个臭打鱼的就跟我闹，说我是敲诈，是明抢。本都监以抗税为名收了罚银，几个臭打鱼的想告我。这十几天过去了，你可是头一份过关的。你说这税该收多少啊？哎呀，陈都监，我老婆病在床下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才大着胆子来关上，求你给我一条生路吧。好啊，两筐留一筐。这可不行啊，陈都监，这是我的救命的鱼啊。两筐留一筐，这就是日后官上对你们这些鱼帮子的关照。哎呀，老爷，这是给我老伴换药的鱼啊。老爷，过关的药都说是换药的，那国家的税谁交？皇上谁养活？那三宫六院满朝的文武百官谁养活？都像你这个老东西，那几十万八旗绿营谁养活？大清朝的万年江山还坐得牢？哼，怨谁呀、啊？要怨就怨你自个儿。这不行啊，这不行啊、哎、你还敢闹官？哎呦，今天惹得老子不高兴，来啊，把两筐鱼都给我抬走。哎呀，不行啊，哎呀、嗯、我的鱼啊，我的鱼。你个狗东西，我拍不死你。姐夫，你干什么？姐夫，你们听见了吗？你们听见那个杂种说了些什么了吗？说的多好啊啊！为了皇上、哎、为了大清的江山，他妈的不得不抢老百姓的鱼，这都什么孙子王八蛋生出来的？